就是练腹肌的兄弟们，对，你花了钱买来，你不可能浪费放着，对吧？但只要你练起来，腹肌就练出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练的，晚上九点可以一起练，吐气把腹肌收紧。第二步，屁股往前叠，臀部夹紧，骨盆后倾，然后保持骨盆后倾，向上抬腿的时候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全程保持腹肌收紧。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吐气往上，吸气往下。这个肌肉真漂亮，加油加油，一起练一起练。不知道怎么练的，晚上九点会直播，大家一起练，兄弟们。腹肌你得多练，腹肌块才会变大，然后刻度线条才会更深更明显。加油加油，我练五分钟累死我，加油。特别是刚开始没有训练基础的兄弟，练的时候很累很正常的，但是只要你坚持，现在五分钟，下次十五分钟，再下次半个小时，你就会越练越久，越练越轻松。就像很多兄弟刚开始做俯卧撑一个都做不了，练段时间可以做五个，再练段时间可以做十个二十个，一样的一样的，就是你肌肉的力量耐力会越练越强。比如说你练手臂，刚开始只能举个 2.5 公斤的，练段时间你能举个5公斤的，就是越练越强。买了一号链接跟你练，可以的可以的，加油。一号链接就是这个袋子，悬臂带。来准备下一组悬臂，如果用这个单杠做悬垂举腿也可以，但是做双杠的话，单杠的话你需要双手去握住，如果说你双手握不住的话，就很容易滑，很容易掉下来。腹肌还有力，还能做几个，但是你的手握不住就容易掉下来。然后用单杠做悬垂举腿，身体会比较晃，不好控制。然后这个悬臂带的话，就是解放双手、解放手腕的，不需要你双手抓杠，手肘支撑让你身体更稳。来，准备第一组，肚子大可以练吗？可以练的，腹肌就是练出来的。平时把饮食控制好，然后锻炼一下，你肚子就减下去了。然后腹肌你必须得练才能练出来。吐气，腹肌收紧。第二步，骨盆后倾，保持骨盆后倾，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十三，吐气往上，吸气往下。如果体重大，老老实实去减肥，对，你把你的，首先你要减肥减下来，然后其次你要把你的腹肌练出来才能看得到。你光练腹肌，你光有腹肌，如果说你体脂太高，就看得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说你要把你的腹肌看得很明显，你就要把你肚上的肥肉减掉。只要平时把饮食控制好，然后锻炼一下，减脂减肥很轻松的。加油。一组休息三十秒。有腰间盘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做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去做，你不要把屁股翘着这样去做，屁股翘的这种是属于骨盆前倾，这样去做的话你的腰会很酸痛的，你要做一个骨盆后倾，臀部往前顶住，把腹肌收紧，这样去做腰背才没有感觉，你不要翘着屁股这样去做，一定要保持骨盆后倾，这样去做，这样拱腰拱背，腹肌收紧，这样去抬腿，不要翘屁股这样去做，这样腰会很酸胀的，所以说一定要把动作做对。我也在练，加油加油。来准备下一组，先吐气，腹肌收紧，屁股往前顶，把腹肌收紧，然后向上吐气的时候抬腿，向上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向上吐气，向下吸气。OK， 这个就是悬垂举腿练腹肌的，雕刻腹肌马线的。
前面的腹肌、侧面两边的腹肌都可以练到。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同款雪碧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肚子上的肉怎么瘦下来？少吃点，少吃多练，少吃点，多锻炼一下。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看你喜欢什么运动，打球啊、跑步啊、跳绳啊、器械力量训练啊，都可以，都可以。但前提是你要把饮食控制好，不能吃的太乱，不能吃太多。长胖的原因是：第一，你吃的多，吃的乱；第二，你平时不运动，你就会长胖。你想要瘦下来，第一你就要少吃点，吃干净点；第二你就要运动，你就要反着来。吃的多不运动就会长胖，对吧？你想要减，你就反着来，就少吃点，吃的干净点，然后再运动一下就瘦了。为什么腹肌红了？腹肌红了是图的二号链接的涂抹弹幕，兄弟们，涂了涂抹弹幕，肌肉发力感刺激会更好。特别是平时练肌肉找不到感觉的，练胸可以在胸上涂一点，练背可以背上涂一点。来吐气，第一步。第二步，保持骨盆后倾，然后第三步，向上抬腿吐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向上吐气，向下吸气。关节想训练前多活动一下，多活动一下关节，让你的关节产生滑液，这样关节之间的磨损摩擦才会变小。训练的时候关节有磨有就是会小，很正常的，没关系的，活动一下，多活动一下就好了，多活动一下，然后热开身就可以了。这个动作我只能做10个，没关系的，做10个也可以。练一段时间你能轻松做15个，然后再练一段时间你可以像我一样做20个，都很轻松的。这个动作就是越练越轻松。抬腿的时候呼气，放下的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吐气，呼吸跟吐气是一个道理啊，兄弟们。向上的时候吐气就是呼气，向下放的时候吸气，吐气往上，吸气往下，发力啊，你往上腹肌收紧，要吐气腹肌才能收紧，腹肌收紧，然后向上吐气的时候，向上抬腿的时候吐气，放的时候吸气。腰间盘疼，做的时候把动作做好就可以了，保持骨盆后倾，不要翘着屁股这样去做，不要翘着屁股去抬腿，这样你的腰会越来越痛的。屁股往前抵，把屁股夹紧，这样你的腰是很放松的，没感觉的。然后把腹肌收紧，向上抬腿，这样去做，不要翘着屁股这样去做，动作做标准就可以练的。来，我们准备下一组。吐气，把腹肌收紧，然后屁股往前顶，把屁股夹紧，保持腹肌收紧，然后向上抬腿的时候吐气，向下吸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向上吐气，向下吸气。胸下沿怎么练？胸练下胸尾就做两个动作，双杠必须伸，绳索加胸，就这两个动作。双杠必须伸，绳索加胸，然后我练胸就这两个动作。练下胸双杠的话就做开肘的，把肘打开一点，抬胸去做，刚好你的肘在你的下胸两边，这样去做。然后还有个动作就是绳索的加胸。绳索加胸，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练到10遍。主页有粉丝群，大家可以加一下。然后平时有健身问题不懂的可以加一下，可以刷灯牌加粉团。这个悬臂带是一号链接，兄弟们，一号链接。然后大家下单之后不知道怎么练的，晚上9点会直播。教大家怎么去练腹肌，怎么把腹肌练出来，怎么把刻度线条练得更深更明显。
右下角小黄车一号链接是悬臂带。做悬垂举腿的，练下腹的，练侧腹的都能练到。来，准备我们第一组，吐气，把腹肌收紧，然后骨盆后倾，保持骨盆后倾，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收紧，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吐气往上，吸气往下。肚子为什么这么红？肚子是涂了这个涂抹氮泵，兄弟们，涂了涂抹氮泵，涂抹氮泵就是涂了之后肌肉会发热、发红、发烫，但是熏的时候让你肌肉的发力、刺激、收缩感会更好。这个是涂抹氮泵，兄弟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我这个用的是玫瑰的味道，它是有香味的，有几种味道，大家喜欢味道什么去拍就可以了。平时练胸找不到感觉的，练腹肌练背找不到感觉的，训练前就涂一下，涂了之后肌肉会发热发红发烫，训练的时候会让你肌肉的收缩刺激感更好，让你健身的时候肌肉充满泵感，所以说这个涂了之后就是会发烫的发红的。胸肌漂亮，对，练胸的时候在胸上涂一点就可以，涂完之后去做俯卧撑，去做弹力带加胸，感觉会更好，然后胸肌的收缩刺激会更好，效果会更好。二号链接是氮泵，一号链接是悬臂带。准备下一组，吐气，腹肌收紧，双脚分开，膝盖往外旋一点点，向上吐气，抬腿，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吐气往上，吸气往下。正面可以看到背，对，正面也能看到的，只要你的背足够宽，正面也能看到背的。但是如果说你刻意去展背的话更会更快，刻意展背的话会更快。这个单杠的话除了练腹肌的话，还有平时我利用它练背练的最多的就是引体向上，给大家做两个引体向上，给大家做两个引体向上练背的，练完了吗？ OK， 然后这个就是练背的，做引体向上。加油，休息30秒，肌肉太好看了，可以点个关注啊。新进直播间的兄弟们，想增肌的新手，想减肚子，想练腹肌嘛，先不知道怎么练的，可以点个关注。这个做腹肌的叫什么？这个是悬臂带，悬垂举腿，悬臂带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兄弟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大家下单收到之后不知道怎么练的，晚上九点会直播带大家练腹肌。来休息一下，我们继续休息一下，继续。用这个就可以练出肌肉吗？这只是练腹肌的。这只是练腹肌，不是练这一个动作全身都能长，这只是练腹肌的。如果说你想把腹肌快练大，刻度线条练得更清晰更明显，这个动作就可以，但是你想把胸练大手臂练大，你要练其他的动作，这个动作只是练腹肌的。加油加油，然后我们准备下一组，对，只练腹肌，这个只是练腹肌的。你要练胸你就做俯卧撑杠铃哑铃推胸，要练背你就练杠铃哑铃划船引体向上。为什么没有八块腹肌？天生的，兄弟们，天生的，天生有几块就是几块，天生六块就六块，天生八块就八块。腹肌的块数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可以把它练大，
把腹肌练大，然后把刻度线条练得更深更明显。没有腹肌的跟着练，第一步吐气把腹肌收紧，第二步臀部夹紧往前顶，骨盆后倾，然后第三步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向上吐气，向下吸气。这个是涂了涂抹氮泵，兄弟们，涂了涂抹氮泵，肌肉会发烫，会发红发烫，涂在肌肉上，涂在你想练的肌肉上，然后你肌肉的发力收缩刺激会更好。别说练胸找不到感觉的，你在胸上涂一点。什么叫骨盆后倾？这是骨盆中立位，对吧？翘屁股是骨盆前倾，屁股往前顶是骨盆后倾。我们要做屁股往前顶，保持骨盆后倾再去做抬腿。如果说你翘着屁股去抬腿，这样肚子是松的，而且这样做的时候腰会很酸痛的，要臀部往前顶，然后这样腹肌才能收紧。这个臀部往前顶就是骨盆后倾，把你的双手放到骨盆后，放在骨盆上，往前就是骨盆前倾，往后就是骨盆后倾，保持骨盆后倾，这样做的时候腹肌才能收紧，腰才不会有感觉。所以说要全程保持骨盆后倾，不要翘着屁股去做。为什么很多兄弟做的时候腹肌没有感觉，腰跟腿有感觉？因为你骨盆前倾这样去做了，这样去抬腿去了，要保持骨盆后倾，这样去抬腿。OK， 懂了没有，兄弟们？懂了的话扣个一。然后我们准备下一组，给大家做一组标准的。这个悬臂带是一号链接，可以看一下。第一步吐气，把腹肌收紧；第二步屁股往前顶，保持骨盆后倾，腹肌收紧。第三步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全程保持骨盆后倾，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向上吐气，向下吸气，加油。对，二号链接是涂抹氮泵，涂在你想练的肌肉上，训练前五分钟涂一下，肌肉会发热发烫。平时练肌肉找不到感觉的，没有收缩刺激感的，练完之后没感觉的，可以用这个涂抹氮泵帮助你训练的，让你肌肉充满泵感，让你肌肉的发力刺激感会更好。味道有很多种，兄弟们，我现在用的就是红啊，是玫瑰的香味。二号链接给大家谈一下这个涂抹氮泵，特别是新手练胸练背没有感觉的，训练前涂一下。我现在是练的腹肌，所以说训练前在腹肌上涂了一下就会发热发烫，就会发红，但是训练的时候你的肌肉的刺激会更好，就是帮你找到你肌肉的发力的收缩刺激的。平时练胸没有感觉的，练手臂练腹肌没有感觉，练背没感觉的，涂一下。所以说涂了之后它就会发热发烫。来，准备下一组啊！准备下一组。这胸肌太泵感了，我还没有涂这个氮泵，兄弟们。如果说我把这个氮泵涂在胸上，再去做俯卧撑，然后会更爆炸的。现在只是练的腹肌，所以说只是在腹肌上涂了一点。来，加油，我们准备下一组。二号链接是氮泵，一号链接是这个悬臂带。买了悬臂带，下单之后拿到之后不知道怎么练的。每天晚上9点直播带大家一起练。来，第一步吐气把腹肌收紧，第二步往前顶骨盆后倾，保持骨盆后倾，向上抬腿吐气，腹肌发力带动大腿往上抬，向上的时候吐气，向下吸气，二三。这个怎么用？哪一个？四五六，全程保持腹肌收紧，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吐气往上，吸气往下。这个怎么用？哪一个？这个悬臂带还是这个氮泵？氮泵还是悬臂带？二号链接吗？二号链接是这个氮泵，直
直接涂，给大家再涂一遍。打开之后，你今天练胸，训练前五分钟就在胸上涂一点。我是练了腹肌，在腹肌上涂一点，就涂均匀就可以，不要涂太多。这个涂了之后，肌肉会发热发烫的，让你肌肉更好的去收缩刺激，就是让你找到发力的感觉，比如说练胸的感觉的，练背的感觉的，就是让你的肌肉更有共感，收缩刺激感更好，就是训练效果会更好。当肌肉有泵感之后，训练的刺激感更好之后，这样练着才越来越有劲，不然你练一个小时练着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样练会儿就不想练了。对，对，这个就是涂的，涂一下就可以，涂一下就可以。然后我是练的腹肌，所以说我在腹肌上涂了。大家如果说要练胸的话，你就训练前五分钟在胸上涂一圈，练手臂就涂手臂，你今天练哪个部位就哪个部位涂一下就可以。香味有很多种，我这个是玫瑰香味的，玫瑰的。来，准备下一组。怎么这么红？因为涂了二号链接的涂抹氮泵，涂了之后肌肉会发热发红，但是涂了之后你肌肉的发力刺激感收缩会更好，帮助训练的，帮助训练的，帮助你找到肌肉的发力感觉的。训练前在你想在你要练的肌肉的部位上涂一圈就可以，涂均匀就可以，这个涂了就直接可以开练了。身高体重在左上角，是吗？左上角身高体重有的。第一步吐气，腹肌收紧。第二步骨盆往后倾，保持骨盆后倾，然后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三、四、五、六、七、八、九，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全程保持腹肌收紧，向上吐气，向下吸气。你们健美的人平时保持骨盆，平时不训练的时候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训练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动作不标准你可能练着身体会不舒服的，平时你怎么放松怎么来。你不用平时放松的时候就端着，你不用，完全不用放，你平时不练的时候就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训练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动作标准。如果说你不做动作不标准的话，你做这个动作你的腹肌是没有感觉的，而且你的腰会很酸痛的，腿有感觉的，所以说动作一定要标准，肌肉才更有感觉。向吸下上吸，上吐下吸，上吐下吸，往上吐的时候发力抬腿往上，腿往下放的时候吸气的往下吸气还原，加油。好正经，因为直播是带大家健身的，是吗？大家想要那种有幽默的有趣味性的，可以去那种就是娱乐的直播间，兄弟。来，准备下一组，吐气，腹肌收紧。第二步骨盆后倾。第三步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全程保持腹肌收紧，吐气往上，吸气往下。我一直上吐一吸，上往上是吐，对啊，往上的时候吐气，往上的时候是吐气，然后往下放的时候吸气。你看我涂了二号链接这个涂抹氮泵之后，已经练了一个小时了，腹肌都还是红的，还是充血的。对，可以保证你一个小时完全保持腹肌收紧，看不见腹肌可以吗？可以的，这个就是这个悬臂带就是练腹肌的，然后这个氮泵就是涂了之后，让你肌肉训练的时候肌肉更有泵感，更好的找到肌肉的发力收缩，特别是练肌肉没有感觉的，可以试一下。不管你是练腹肌、练肩、练胸都可以，训练前你今天练胸你就胸上涂一下，练肩膀就在肩膀上涂一下，很香很香。我现在用的这个是玫瑰的香味，玫瑰的香味。准备一下，我们再做最后一组。为什么不会？因为主播是直播正能量的直播间，兄弟们，直播带大家练腹肌的，没有腹肌的，肚子上肥肉最多的，看不到腹肌的，可以跟着练。
来，最后一组，现在点赞1500兄弟们，我们直接把点赞破10000兄弟们，每人点赞30下，我们直接把直播间的点赞直接往10000冲，直接把10000破了兄弟们，看大家给不给力啊！现在直播间一点1700的点赞，我们直接把点赞冲到10000。准备下一组，上次和人家连麦，对，那属于娱乐直播间是吗？娱乐的话一定要注意规则。然后我们是健身直播间，正能量的。第一步吐气，第二步骨盆后倾，不要翘屁股，翘屁股是骨盆前倾的，屁股往前顶，骨盆后倾，然后保持骨盆后倾，保持腹肌收紧，向上抬腿吐气，向下吸气，3 4 5 6 7，全程保持腹肌发力，全程保持腹肌收紧，向上吐气，向下吸气，OK， 一个小时结束，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一个小时练完之后，腹肌都还是红的，还是烫的，因为什么是红的？因为涂了这个氮泵，兄弟们，2号链接涂抹氮泵，可以看一下小黄车，下方小黄车，大家可以看一下，平时练肌肉找不到感觉的。训练前在你的，比如说你练胸，在胸上涂一点，练手臂上涂一点，练肩就涂，就只涂你要练今天要练的部位，涂完之后你的肌肉马上会发热发红，但是训练的时候你肌肉的发力感刺激感会更好，特别适合那种平时训练没有泵感的，找不到肌肉发力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不要腹肌要胸肌，那你就练胸，要什么肌肉你就，比如说你只要胸你就只练胸，你只要腹肌你就专门去练腹肌，只要背你就光练背就可以了。新手练胸的话就把俯卧撑做好就可以，俯卧撑做好，俯卧撑就是打造上肢基础力量的王牌动作，不仅可以练胸练肩膀练手臂都可以的，一定要把俯卧撑练好。新手就练徒手的，你其他动作做不了的，你把徒手做好，先把你的肌肉的力量耐力增强之后，你再去练其他的动作，再结合着一起练。但是刚开始你把新手练胸的话，一个动作俯卧撑就够了，做标准就可以。如果说做不了标准的，你就做跪姿的，跪在垫子上去做，然后再慢慢进阶做标准的。刚练完腹肌，感谢关注，点赞2000兄弟们，我们把点赞点到10000，点到10000，然后直播间300多人，我们每个兄弟点30下，点30下，我们把点赞破到10000，兄弟们，点赞直接冲一波，冲一波。觉得主播身材练得可以的，给主播点个赞支持一下。看一下怎么做标准。双手放在胸两边，肘不要夹着，肘打开，你的肘跟胸是一条直线，身体不要塌腰，身体打直，把肩不要耸肩，把肩压下去，往下放，往上起，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俯卧撑。加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这个练了多久？练了7年多了，兄弟，已经练了7年多了。做俯卧撑，头不要低下去啊，头是跟你的身体一条直线的，身体是一条直线的，你的核心，对，每天都会练腹肌的，每天都会练腹肌的，然后大家想跟他一起练的话可以点关注，现在点赞3000兄弟们，我们把点赞破到10000，点赞直接冲一波，能不能点到10000点赞。刚练完腹肌，因为现在是怎么练的，每天都会直播的，每天都会直播练腹肌的。刚练完，刚练完。刚练完腹肌。腹肌可以每天练吗？可以，但是你要恢复了之后才能练。如果说你天天练，你恢复不了，你天天练不了。
你头低下，这个角度看一下背，感觉好大。这样看不到背，但是我把我的手抬起来，这样就能看到背了。这样夹着看不到的，这样能看背。这样的话就更明显。锻炼期间饮食怎么控制？就少油少糖，就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然后平时甜的东西少吃。然后一天吃的主食量少吃一点，就吃干净一点，吃少一点，饮食控制一下就瘦了。然后每天锻炼一下。你要先想一下你怎么长胖的，你怎么长肥的，然后你要减脂，你就反着来。然后你每天吃的比较油腻，对吧？又喜欢吃甜的东西，然后吃的又多，然后每天又不锻炼，所以说才会长胖，对吧？如果说你要减的话，你肯定首先要吃的清淡干净点，然后吃少一点，然后再加上锻炼，这样你就瘦了。吃的多不锻炼，你就要长胖；吃的少锻炼，你就瘦。我是说你做俯卧撑的时候头低下看看那个时候看一下背的时候背很大对吧？OK，知道了，感谢。然后现在几点了，兄弟们？哦，准备下了，兄弟们，准备下了。然后明天我们再练腹肌吧。然后主页有粉丝群的，可以看一下，可以加一下，可以加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明天见，拜拜。拜拜。